哦。哎，你怎啊？哎，你走路在打球哦？你还没弄到我的花花，你知唔？哎，我唔是故意的啦。嗯，我是咧学 Jeremy 练的投篮，真正是足厉害。啊，够伊背啊运球，拍死啦！好啦好啦，哦，你莫搁底下淋来风啊！哦，我冻来一条，哎，闪闪闪闪闪。恁看，我这件衫够有水。你的衫喏，你放着涂啦！哎呦，啊，捌着一点仔涂尔，你敢有需要搁遐出大声？你看我这么简单，才有这个工商谈判，这些拢无去啊啦！啊！好啦好啦好，好啦，歹势啦，失礼啦，唔是故意的啦。啊，拢是伊啦，拢是赵子怡来拍球，啊，你别哭啊，拢是伊啦。哎，阿公，阿弄到真正的明明就是你啊，哇！你讲，你别笑，你别安怎啦？我是什么代志啊？安尼冰冰冰冰，你又哭安怎啦？红哥，你讲看卖啦，阿忠啦，伊把伊的土用到我衫顶管啦。不过是你哦。衫了啦，啊！像我是讲偌大个代志，啊！着衫甲脱起来，吼！啊！我明仔载去摕去送洗，安着好啊！啊！话讲遐大声着。哇！高明，多谢红哥。别来别来别来！哦，红哥，你人阁袂歹呢。别来别来别来！给你一个赞。你不用给我按个赞。哦。先三回你出。啊！我出。都买你出。啊！袂快袂快，比赛准备开始啊！真啊袂快，我都嗨啊着嗨啊！红哥啊，你是要看啥物比赛啊？应该不是 Jeremy 练的比赛吧？什么 Jeremy 练假什么比啊？我叫你别看林书豪的比赛，别看林书豪加油呢，啊，伊即马吼拍入去 NBA 啊，哦，他真正像台湾之光呢。红果啊 ，Jeremy 练就是林书豪啦。哦，今仔日有林书豪的重播呢。对啊，我知影啊。我一直引导的。哦，到时阵啊，会通甲囡仔讲，嘿，林三体的故事。Oh yeah。我看见，看见！哦哦哦！哇，出来了，出来了 ！Jeremy， Jeremy， Go Go Go！ 哇，飞哥，那我真正是足 lucky， 能看到 Jeremy 练的比赛。你能不能较细声？我看下电视，莫这样吵，遐坐啦，坐啦，你坐啦。林书豪加油！林书豪加油！林书豪，林书豪，加油！加油！哎，阿壮，进来啦！比赛就要开始啊！进来坐一坐，进来哦。啊！坐下的话，我去捧石头。哇！哎，你跳啊，跳啊！哎呦！哎呦！跟走，跟走，跟走！哎呦！大家英文好，我是 Thomas， 我要讲英文哦。我是奶粉，我要讲台语哦。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playing basketball。无唔对，咱今日呢要来学有关拍篮球的讲法吼。吼，即嘛 Insanity 吼。林来峰吼，这个林书豪是足红的啦吼。你讲投篮球英文要怎讲 ？Shoot the ball, shoot the ball, shoot the ball。甲开枪，迄个动词是同款的吼。Shoot the ball， 吼，你若讲林书豪伊投篮投球足准的，安尼英文要怎讲 ？He can really shoot the ball. He can really shoot the ball. He can really shoot.的啵，伊真正会当投篮，意思是讲伊真正投球足准的啦吼。而且你也会当甲 shoot 改做 shooter， he is a great shooter， 伊呢是一个射手，吼，伊射界准的，然后百发百中吼。另外呢，投篮嘛有真侪种，比如讲跳投，用闽南讲呢 ，jump shot， jump shot， that's a great jump shot。无唔对，因为 jump。就是跳起来 shot 就是投球，这个投篮的动作完成。That's a great jump shot， 哦，这跳投有够水的，然后得分。另外呢，灌篮英文要怎讲啊？哦，我是灌篮高手，这都我知。Slam dunk， slam dunk，
哦，这个灌篮哦，就厉害哦。哦 ，What a slam dunk！ What a slam dunk！ Slam 就是甩门的 ，boom， 安尼吼。让物件甲踢落，甲球踢落迄个篮的内底，哦，这也真悬。我嘛是灌篮高手，只是我一直拢灌袂着篮尔。Slam dunk， 另外呢，运球嘛是一个后卫上重要的武器之一吼。你若运球英文要怎讲 ？Dribble，dribble。Jeremy Lin can really dribble. He can really dribble. 伊真正是真够运球吼，运球嘛有真侪种哦，譬如讲。背后运球跟他讲 ，dribble behind his back. Yes, he can really dribble behind. Behind 就是在后边 ，back 就是较在偏后边哈。He can really dribble behind his back. 另外呢，胯下运球更加是厉害。胯下运球跟他讲 ，dribble between the legs. Dribble between the legs. 无唔对。Dribble 运球 between 两支脚的中间跨下来运球，上厉害个唔是这个，上厉害的是左右交手换手运球，而且佫变换方向。你英文要讲 ，crossover dribble， that's a sick crossover dribble。crossover 就是交叉 ，over 佫换方向，佫换手吼。Crossover dribble， 今麦呢美国人最高讲，哇 ，that's a sick， 破一条够腰秀厉害啊 ！sick 本来是破病，吼，这是破病足厉害的一种 crossover dribble， 吼，把对方呢骗得团团转。哎，咱讲 NBA 是什么意思哈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就是美国。国家的篮球的协会，或者 NBA， 你唔通讲唔对哦。第一，唔通讲这 NBA， 唔是 NBA， 是 NBA。第二，唔通讲这 MBA，MBA 是气管硕士，或者 MBA 哈。你若嘴合起来是 MBA， 唔是啦哈。美国的篮球比赛是 NBA， 安尼意思。咱小休困咧，来看后一段。哎呀，传给他！哎呀，传给他！对对对，带球上去！哎呀！哇，我这管的呢，怕没丢啦！哎呀！这样超过去，眼睛比起比起比起！哎呦，啊那个白球啦！哎呦，那白球安尼哦，这气球那咩冻会掉啦！哎呦！好朋友，你来讲啦。嗯。哎，阿春公啊，各位啊，白球啊，对哇，就会拍进那个延长赛啦。过延长赛哦，哎呦，唔通哦，我心中免来看咩啦，免就紧好赢啦，莫阁拍延长赛啊啦。莫讲呀，莫讲呀，臭头家，要开始啊，暂停结束啊。五、四、三，跳起来，跳起来！你看，创造了奇迹呀！击败耶！哎呦，我拢火气啊啦！哎呀，你做你去火啦，有赢球就好啊啦，林书豪赢啦，啊，打完输光啦！林书豪真正是我的偶像 ，Jeremy 哥哥。啊，比赛是了是？对啊，你无看到比赛，足可惜的呢。啊，是啊，哦，跟你讲，哦，这个比赛哦 ，is so exciting， 呀，你无看到，真正是 too bad。Too bad. Yeah, too bad. 对 NBA 嘛，我啥物兴趣啊？那我啥物 too bad 啊？NBA 最好看的呢，你哪会无想要看？你敢是外星人？啊，是讲你看无篮球比赛哈？认真啊！你莫安尼乌白讲好无啦？你看人总啊安尼，你讲来做咩呢？汗臭真还好，啊你跟普通拢无咧运动。有啊，哦，伊唯一的运动吼，就是故意的盆栽。你卖我别讲好不好？我当然嘛运动，只不过你唔知尔。
敢有？哪会无？我作业有诶呢，我常常拢嘛在跑马拉松，有当时我搁爬楼梯诶，算讲无在运动。安尼敢无算？哪会无算？我甲你讲啊，只要有流汗啊，心跳有加速啊，安尼就算运动啊。我你讲到唔对。我这。对啦对啦，啊总安尼讲诶无唔对啦，安尼就是运动啊啦。有总啊，你若要运动诶时阵哦，你嘛招一寡较好诶朋友做去运动，安尼毋才会趣味。你若放假的时阵哦，一日干嘛过你迄盆的迄个盆栽啦，对不对？你嘛出去世界行行的，安尼心情唔才会较开的。嘿啦，你若规工哦，甲盆栽做宝贝，看了真正就无舒服的呢。人甲人之间哦，啥物代志拢莫遐计较，啊若伤计较哦，真正互大家拢真不舒服的，安怎哦？嗯。总、欸、啊，你莫较笑面的，啊。啊，就准讲哦，你若无爱运动，我大家咧看篮球比赛时啦，你嘛坐起坐起看。莫家己一人伫遐嘛，好不好？对不对？咱甲林书豪加油。嘿啦，峰哥，阮甲林书豪做伙，甲林书豪加油。对啊，林书豪即届吼，若无咱就加油，遐三分遐欠袂入去呢。好呢。哇，林三的铁篮球热潮一直继续落去。耶！耶！阿忠啊，啊，忠啊。啊，不是几家？啊，都无用。哦，篮球呢？有当时会平手，平手英文安怎讲？平手啊 ，tie， 啊，这比赛平手啊 ，it's a tie，tie，tie，T-I-E， 哎、欸，你讲是你古代的那个 tie 吗？嘛是啦哈，那是 necktie。泰本者就是拍一个角安尼意思，啊，即两边的球队呢，伫比赛中间拍一个角，就是平手啦吼。It's a tie。另外呢，那伫时间到了，无法多分出胜负，安尼就要进入延长赛咯。延长赛因讲 OT，OT 啥物意思啊 ？Overtime。The Knicks 和尼克队哦 ，Knicks won the game in overtime。Knicks won the game in overtime. Over 就是超过啊 ，overtime 一支吼 ，overtime 这是两个字加合作会变成一支 overtime 哦、，overtime OT 就是延长赛吼。尼克队呢，伫延长赛呢赢得了这一场的比赛，真搞吼。Knicks won the game in overtime. 另外，佫有一个呢是教练会当做的，而且球员嘛会当做的动作就是讲，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买弹弓修弹子了，这上面意思啊 ？Time out， 什么 ？Time out，Time out，Time out， 就是讲时间先暂停。哦，我们来小参详一下，刷这边那个比赛落去，哎呀，做 Time out。你若是一个教练，你会当叫讲 Time out， 安尼这句话要哪讲 ？The coach is calling a time out. The coach is calling a time out. Yes.The coach 就是教练哈 ，is calling a timeout. Timeout. 另外呢，两分球跟三分球要怎讲呢？两分球 ，two point shot； 三分球 ，three point shot。啊，买汤讲 ，two pointer 两分球啊 ，three pointer 哎，拢会使啊。It's a two point shot. 哦，两分球 ，it's a two pointer.It's a three-point shot. 这个 shot, S-H-O-T 这个呢，就是对那个 shoot 射球那个 S-H-O-O-T 来的哈，也名词哈。It's a three-pointer. It's a three-point shot. 安尼买赛，吼，那林书豪当时咧出手刀拿，难怪心中有够大坑的啦哈。那英文是啥物意思啊？哦，心中有够大坑的。哦 ，there's ice in his veins. Jeremy Lin has ice.In his veins. 所以你个看英文的讲法甲中文的讲法是无共款。你讲伊心中有够大坑，伊是讲伊刀拿哦，足勇敢嘛，足有胆识诶。英文是讲伊敢那有迄个冰吼，伫咧血管内底咧流啦，敢拢未紧张，足冷静个安尼吼。Jeremy Lin has ice in his veins. V-E-I-N-S. Veins 就是咱的静脉，也就是血管的意思吼。所以有冰咧，伫个血管咧流。莫怪伊拢袂紧张，你甲我骗吼，迄是练习来啦。另外人讲林来疯咧，林来疯，英文要怎讲啊 ？Insanity， 是从迄个
insanity. I got Jeremy Lin. 就是变成了 linsanity. Lin 这个跟 sanity 还是 insanity 合作会变成 linsanity 啊。那时阵吼，报章杂志拢甲翻作林来疯啊，实在嘛是林来疯吼。咱休困一下来看后一段。空气球，哦吼，姿势袂歹哦，想袂到啊，总啊，这么领搞拍篮球啊，我凊彩算算的，什么叫凊彩算算的？我来看你咧轻感冒的姿势哦，我知道你一定足搞拍篮球的啦，我若无约唔到哦，你是不是伫学校捌做过校队啊？你有在？嗯，我厝头家呢，我有这么好骗啊，我跟你讲，我吃过盐哦，比你吃过米较济啦。你什么动作？我把这扭进哦，我也知影你在想啥。别讲看卖啊，是安那即摆对篮球拢无兴趣啊。总啊，男子汉大丈夫啦，做代志唔通拖拖刷刷啦，俺有心事爱讲出来，俺较袂着内伤。好啦，其实我高中的时阵我是阮学校篮球队的控球后卫。真好啊，甲林书豪同款控球后卫呢。啊，不过我无亲像林书豪安尼遮好命。有一届我伫比赛时阵吼，我受了伤。啊，到尾啊，我也是硬甲比赛跑了。真好啊，少年家啊，都即款气魄，啊有骨气，赞啊！啊，不过就是为迄届以后，我就走袂紧，跳袂悬啊。而且哦，我控球后卫的位哦。也叫人取代啊！原来就是安尼哦，所以讲你即马就离开球场啊，你嘛无想要拍篮球啊，连阮在看篮球比赛时阵，你嘛拢无想要参加嘞无？嗯。总啊，林书豪的故事你捌听过无？听过一寡。然后林书豪伫还未成名之前啊，所有的阮篮球队无甲一队哦，愿意要互机会啊。伊就想讲哦。现在没跟一队要跟我签约哦，归去，我要来做牧师，不来打球。做牧师？对啊。那你敢会伤过打算？啊，打算哪有法度？但是我是相信讲哦，林书豪伊若真去做牧师哦，伊嘛是继续介意打篮球。多谢洪哥啦，我知啊。啊，若知影，都要安尼去做。好，你一助攻，喂，三分线，对啦。安尼唔得对，安唔得会闹咧，哎呀，是我开的。你食干嘛？我就去等。真真。你的衫洗好啊？多谢啦。我无穿这衫哦，连起来拢无感觉。我即马就来换。稍等。我看你也是正式演出的时候你才穿啦。我以你的个性哦，我惊哦，等下你又弄垃圾。放心啦，你盆栽离我较远的就好啊啦。Jeremy，Jeremy，Lin，Lin，Lin，Jeremy，Lin，Jeremy，Lin。什么代志 so happy？ 啊 ，Tell me。无啦，啊，你唔是打出去，那才紧就回来。哦，无啦，我拄只收起来哦，了没有？有 Jeremy 的重播呢。跟有影，系啊系啊，啊紧甲洪哥讲，好，洪哥，别叫，我跟你讲，我才准时的，只要林书豪的比赛吼，我绝对要马上收的电视一定去，哇，来，洪哥，你比我较爱林书豪哦，林书豪呢，现在台湾之光呢，你去，遥控一下，电视要拍开，好，记得。中阿无来，中阿来。啊，洪哥啊，阿中若无介看 NBA， 咱就卖甲勉强嘛，咱看好啊。快，哎呦！哦 ，nice play，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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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控球。啊，我袂记摕，我会加油棒，带我姐吼。林书豪，加油！林书豪，加油！我来，中阿来啊，中阿来啊，来。
你不是爱看 NBA？ 哎呀，那是以前的代志啊！我母定来跟我讲哦，做人哦，就爱向前看，对唔？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今仔日细人哦，来画一个家己出来当家，我只能画个大只，画上细声哦。今仔日哦，画大家。哎呦！我安尼，我定要画上大声。我袂输你啦！你输啊！你莫看我 A 翁 A 咧，我往那做过篮球校队了。哎，篮球校队英文名哪讲 ？School basketball team, school basketball team. I want to be on school basketball team. I want to be on, on 就是在队上，所以用 on 哈 on. I want to be on school 学校 basketball 篮球 basket 就是篮的意思哈，因为呢，这个。运动是有一个拿在那个篮球架的面顶，所以是 basketball。I want to be on school basketball team。team 就是队啦吼，这队篮球队。另外呢，哦 ，Jeremy Lin 是一个足好的控球得分后卫，英文怎么讲？控球得分后卫 ，point guard。point guard。Jeremy Lin is a great point guard。Jeremy Lin is a great point guard. Point 就是分数，得分啊吼。Guard 这个位置，帕拿球来讲就是后卫。So he is a great point guard. 另外呢，有当时啊吼，无法度吼，比赛会受伤啦。我吼比赛中间去伤到我的膝盖，那你无哪来讲哈？受伤，还是 injured? Injured.I injured my knee in a game. I injured, 甲弄到伤吼 ，injured， 因为讲这句话的时阵已经受伤啊。I injured my knee, knee 就是膝盖 ，in a game， 伫咧一个比赛的中间去受伤。另外呢，哦，听伊讲奶粉你是灌篮高手，篮球真厉害，助攻英文要怎讲 ？Assist, assist, assist。Assist 阁真正厉害，啊那妙传呢 ？What a pass! What a pass! P A S S， 嘿嘿嘿，啊那火锅用我们来讲 ，hot pot， hot pot， 无唔对，巴肚要来食火锅，唔是啦，唔是迄种火锅啦，还是食物件的火锅啊，做 hot pot， 哪球呢 ？He a block, a block. The shot was blocked by Jeremy Lin. 哪球的火锅是 block， 噶？动掉咧，甲拍掉，啊，做 a block， 把动掉咧 ，a block。So the shot was blocked by Jeremy Lin。伊对方的球员投球的时阵，去予人扇一个火锅吼 ，by Jeremy Lin， 安尼的意思啦。最后咱来看台湾白的一句话。大家好，我是台湾白阿大卫牧师，爱和大家分享一句好话啊，一句话台语是讲。患难使出忍耐，忍耐使出老练，老练使出硬棒，硬棒无地到见效。言语是讲 ，suffering produces endurance, endurance produces character, and character produces hope, and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us。这几句话哈是好诶，也是有智慧，总是较无人，人较无爱听哈，特别。无爱听别人给因建议，安尼，那是伫患难中，较无爱听别人讲即几句话啊。总是咱若想回去，咱家己患难中的时阵，也才会当看，才会有影是实在有路用的话啊。唔忘即几句话对你我有路用，有帮助，祝大家平安，再会。